飞，因为我觉得后飞的时候你开兰博基尼更危险一些。为什么？因为兰博基尼这辆车不是研究上手没有没有，我当时做了一个推测，这个动力在开发特性的情况下真的太强了。哎，虽然说转向好，但是有一种在前期特别像赛车的感觉。哦，那我差不多能理解了。哎，就是驾驭的话，确实需要自己的控制能力。这个车确实得上手驾驭，没错。尤其是你像这段时间落后距离比较远的情况下，我发现它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后推加成来拉近距离，反而距离还是这么大，说明它一直在调整，一直在低低后撤。再接一个十二 WCW， 这里但是开出来之后，东方依然站在第一名的位置，连续几局的开局起步都非常快。第二个弯道甩起来，但是这里逆心，这里是宁清被影响到了，上墙，氮气是稍微补足了一点。是啊，那这样一来是稍微拉开距离，就再弹，这里就弹起来了，慢慢和东方接近距离，看一下这里的一个点。选择暴力，选择暴力，再接一个快双。有两个人路线都有点歪，但是这一个出弯宁清抓住了机会，一波内卡外直接反超过来，而宁清这边也在发起进攻，后面三连进道，看一下第一个进道顺利通过，但这个弯出弯的话，下一个弯还有机会卡位。这里四位选手都跟得很近，单圈58秒63的一个成绩，路线跟得太近了，顶过来小喷有没有？再度卡位，而这边东方也上来发起进攻，要甩了，提前拉开距离，果然是十一成啊！连续一圈之后，四名选手都非常的接近，而这边再做一个内卡外，直接顶开东方。而目前四位选手的一个距离啊，其实真的可能又是一个11、10、10。但是如果在后续连续弯道也再次发起进攻的话，可能会出现失误的情况。现在都感觉发育的比较和平，所以
哎呦，这一盘没出，最后的三连进到点了，两个人又挤在了一起，掀开氮气，宁星过来之后又拉开了，宁星最后一个甩尾点，那没机会了，11:10:10，1分54秒82，吃亏，是的，来了，看一下这比赛的一个起步。哎，这边一波外卡内，狮子上墙了。那目前的这个开局情况对于阿生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。对，下一个弯道明明想要内卡外，还是有机会。挤路线啊，这里再接一个甩尾。哎，再做路线，阿尼掉下来了。哎，这里又贴死，想做侧身过来，但是很明显这个速度太快了，根本控不住。是的，而看到前面的阿生还是处于第一，这辆赛车的氮气动力也很足很大。在后半段连续弯道可能要注意控车，就是要来弹了，再弹，路线很完美，前面阿深看一下第一圈2:46秒，剩六秒小，哎，但这里脱飘了，这一个脱飘把秘密送到了第一名的位置，但前一句也没有问题，但是要看一下后半段还有没有机会，而且后面阿妮的距离有点远啊，再接一个段位 CWW， 拿一个段位落地之后再次，哦，这里甩过来之后再接一个氮气延续，好快，直接拉近距离，看一下下一弹有机会在后面连续，但一个外卡内，他自己也受到影响，一个外卡内氮气时长在这里摆着，阿生直接顺利的拿到第一名的位置之后，是的，这连续卡再做一个控车，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一个氮气效果还是很给力的。对，最后1分34秒成绩，虽然说有点磕磕碰碰啊。嗯，其实我关键问的就是你拿什么车去替换它？哎，于海起步这也问题太大了，有点慢了。对呀、啊。如果说你拿腾军的话，其实我们一定要承认的是，赛车真的就很吃亏。是的，就一旦说前面三个人都是顺次通过，没有太多的对抗的话，你是根本追不上。没错。然后同时，你如果说这拿红牛的话，红牛和兰博基尼其实他们的强势点还完全不一样。哎，你看这个对抗了，哦，一关人这边直接卡上墙。没错。这对抗是谁动的手啊？不好说。嗯，刚才没有注意 ID， 有可能是云海。从现在的名次上来看的话，最有可能是云海。是的，因为刚才亿万人是第二名嘛。那这边卡满气以后，已然补到了第二名。而且这一局蛋仔的话，其实也是拉开了比较远的一个差距了。是的。但是亿万人更远。现在分为两个梯队，在做后追。其实我觉得后追的时候，你开兰博基尼可能更危险一些。会。因为兰博基尼这辆车布置严明上手没有啊？没有，我当时做了一波亲测，这个动力在触发特性的情况下真的太强了。哎，虽然说转向好，但是有一种在前期特别像天狼星的感觉。哦，那我差不多能理解了。哎，就你驾驭的话，确实需要自己的控车能力。是，这个车确实得上手一下。没错，尤其是你像亿万人现在落后距离比较远的情况下，我们发现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后追加成来拉近距离，反而距离还是这么大，说明他一直在调整，一直在跌跌撞撞。就刚才宁青其实也说了，他的手感其实是不大好控制。对，那你强车固然是强，性能摆在那儿。哟，但刚才小玉一个投票，现在云海的话已经反超了，这是他王图。没错，这个现在的话，小玉我感觉也没有对抗的必要，所以说云海大概率要拿下这12分。10分变12，恭喜云海。